提到了包括了皮带啊等等，年轻化的趋势就在 ST DuPont 就好。再来站也站不好，这样有时尚的感觉吗？还不错了，还可以了哈、哦，可以吗？来，郭老师，这你教的，我建议叫你动态的时尚感，藐视人事物，站也站不稳。谢谢立冬加入微风之夜。对。